妈。你真正伫遮？建廷讲的无唔对嘛？小婷，你真正活足死无？你已经结婚啊，阁唔知影检点？我哪唔知检点？我无安怎，我只是来找死友尔。啊！你阁敢讲你找方思瑶？你安尼就是劈腿，唔知影见笑。阿姨，你误会啊。小婷，伊并无做啥物唔对的代志。伊无唔对。那安尼，就是你的唔对。当初是你家己讲要和小婷嫁别人，啊，即嘛是安那？搁走转来跟小婷勾勾的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存什么心？建廷跟小婷因两个翁仔某有误会，你就趁这个机会接近小婷。你真正让我感觉足垃圾。不是安尼，无你迄什么表情，真委屈。那不是因为你目睭看无，我真正就想要跟你呆了。你即马跟我讲个清楚，你到底要和小婷去过正常的生活无？也是要继续跟伊勾勾的，和伊无面子啦？方思瑶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你莫安尼欺人，阮小婷的感情好无？妈，你莫安尼家己讲家己对好无？是你建廷走去找你，哪里敢跟你讲实话？其实我会走出来，是因为让建廷惊到，惊到走出来。可是公司用的是不收留我，刚刚你要看我伫咧外口流浪，困伫咧外面，你真欢喜？你讲迄什么话哈？你甲建廷冤家，受委屈走出来，应该转来找阮爸母啊！你走来只找方思瑶，伊是啥物人啊？伊是过去甲你乌白来的查某呢，无怪建廷会掠工嘛，是你唔对，卖拢撒对建廷遐去。阿姨，你真正误会啊！小婷伊无爱去找恁，迄是因为伊惊恁烦恼。伊走来你家，我更加烦恼了。小婷，做人的太太，行为爱较有站在，唔是亲像你还未结婚的时阵，爱安怎就安怎。建廷对你甲囡仔遐尼好，修养阁好，你甲伊掠甲对你掠狂，一定是予伊感觉。你做了太过超过，拜托的，你莫不到最后，连阮都无法度替你讲话。你即马跟我来等，去甲建廷当面把话讲好清楚。我不爱，行。啊，我不爱，行。妈，我不爱见建廷呐。行，阿姨，我不爱你，你们不要小婷，阿姨。钟伟泽先生，钟先生，你这昏迷是外伤啊？你心挂唔着裤啊？我身躯的伤，我面的伤哦，会豆豆好完啦。啊，不过我心肝的这么破病啊，我一定要找方医师替我好好治疗下。奇怪呢，较早敢若你钟伟泽有这能力，会去伤害着别人，而且你这位钟教授嘛开始过真多学生啊。到底什么人有这能力，会当伤害着你的心？方医师，我今日开一个挂念门诊，你就要好好问一下，着那一开嘴就搞好势。好，你这神医医生哦，你选择病患，你大细心，大细吧，你无一视同仁。歹势歹势，那安尼，我要开始门诊啊。钟先生，请问最近和你拄到什么烦恼，也是无欢喜的代志？你拢会当偷偷讲给我听。其实代志是安尼啊，我本身食健康，是我一个朋友，伊心肝有问题，想要来问诊，啊，不过伊歹势来，所以我来代替伊问一寡问题。啊，我的朋友哦，叫做中二啦，伊中二讲哦，最近哦。伊重新联络到伊个前女朋友，伊逐天拢足想要见伊个前女朋友个。虽然讲伊前女朋友的心已经无伫伊身上，
啊，不过嘛是足希望，大家会当问伊食饱未，有穿好烧无，甚至伊阁替伊前女朋友，甲伊即卖爱莲牵红线，做伊爱神丘比特，伊就是一个甘愿为着伊前女朋友点点付出的人，甚至为着伊，甲人冤家相拍，不甲王姐结婚。在我看来啊，你这个叫钟慧的朋友，应该是重新搁爱着伊前女朋友啊。有真侪人的爱情，拢是伫咧失去以后，才会发现对方的好。伊即马是用无同的角度去看待伊的前女朋友，伊才发现，原来较早拢无注意到前女朋友的优点。即马，伊总算知影。要安怎欣赏伊的前女朋友啊？我建议你这个朋友哦，会当提出伊的勇气，把心内话去讲予伊的前女朋友听。任何的查某囡仔听到这款真心又搁感性的话，拢会真感动。凡是因两个人有机会会当恢复感情哦。真是，所以你嘛感觉我。我迄个中二的朋友，伊的心意真感动啊！当然啊，知影珍惜，知影付出，这么嘛是爱情基本最重要的功课哦。好啊，咨询完毕。你今仔日吼是我最后一个病人，我的门诊拢已经看完了，我准备要下班了。不，方医师，来紧啊！我阁有真侪问题要问问你。钟伟哲，啊，是安怎你的面乌青结灰啊？哦，我知影啦，一定是你的补习班甲别人结冤仇，你让我拍，对不？钟伟哲，即摆到底是安怎？补习班出代志，是安怎你不甲我讲？无啦，你莫。特别白了我袂讲，然后我想欢生意真好嘞，唔是所想安尼啊。我平常时，我要去驾驶孙建廷，叫我一起手我拍赢伊啦。无你是怎么想的无代志做是嘛？无代无志，走去共拍是要创啥？也是，你是去替小婷出气啊？这不是嘞，那是因为哦，伊走来你的诊所乱啦。怎会这？啊，你先从知影这件代志？谁跟你讲的？佩佩，我想钟伟哲应该是认为我门诊才开始无多久，就有人来找麻烦，伊才会安尼做。钟伟哲，多谢你啊！也不过无论安怎，咱拢是囡仔，我想咱应该拢有这能力，会当去面对感情所拄着的问题。方子啊。既然今日已经下班啦，你若真正想要跟我说多些，我看你陪我来一个所在好无？是的啦，我下班以后阁有真侪代志要处理嘞，袂当陪你去。表姐，你最近那无闲门诊的代志，拢无法度好我出去行行的，为滴吼明仔载免门诊。有啥物代志，明仔日再做就好啊！啊，钟会长，我警告你哦，卖甲表姐吼，带去啥物奇奇怪怪所在，知影无？没啦，我保证，我绝对哦袂甲方师啊带去奇奇怪怪所在。那呢，方师啊，来，你是安怎啦？有要紧无？无，我先传来高药无？免啦，真正不要紧啦，我的身躯也不是抓过的，好啊，无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来换衫。